班的最后一出戏，其实，他其实，在剧本里面有很大的篇幅是，就是他们前台外台戏的表演。但其实，如果仔细的看这个戏的话，其实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哦，他其实是在讲后台这个戏班的故事。虽然这个戏班的故事大概只有30%左右，那可是这却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本子里面看到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其实他在讲一个。关于不忘初衷的一个戏班的故事哦，那其实对我们作为表演艺术的工作者哦，其实这个戏一直提醒每一个做剧场的人哦，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戏？那在现在表演艺术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做戏其实是蛮辛苦的哦。那刚好记得这个戏回去看一看，那个本身对这个表演艺术的喜好的那个动力跟热情哦，也许是可以再找回来的。对，那我觉得这是这个戏最特别的地方。那在这戏里面有很多很多前台跟后台交织的一个故事哦，那也可以让很多没有看过外台戏的后台长怎么样的观众进来剧场里面看看外台戏的后台是长怎么样子。那这是这个戏很特别的地方。那我担任音乐设计啊，就是其实觉得有点困难，因为看了剧本觉得有一点复杂，而且曲调部分就是很广阔。那我这次就运用到一些除了歌仔曲调以外的，就是还有运用到北管，那也有福路、西路，而且还有南管的部分也是有运用到几首曲子这样。然后里面还穿插了有昆曲，就是有点跨界这样，因为这是唐代的大戏，所以有一些，而且还有一些唐代大曲，就是《霓裳羽衣曲》啊，还有《秦王破阵乐》，还有《胡旋舞》，然后就是这些曲子其实都是在唐代那边都是算大曲，所以其实我有点害怕，所以也特别去研究，然后去专注，然后也去觉得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然后也去研究雅乐啊、俗乐部分，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是很大的挑战。上海歌仔戏剧团今年刚好是20周年，20年啊，上海歌仔乐团伫咧杀大戏的时阵，一直咧想讲要杀什么戏，其实。20年前，我就亲身去到台中，甲阮的祖师爷田都元帅请回来高雄。所以呢，我在20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演田都元帅，我们祖师爷的故事。可是如果是祖师爷的故事呢，他就会平铺直叙，就会一般的安尼咧看歌戏的感觉。但是如果咱有加一个咱戏班的后台人生，他就会变得不一样。比如说他台上是演雷海清田都元帅的故事，可是呢他台下的部分是一个野台戏班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你可以除了看到台上传统的艺术以外，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戏班他的舞台，还有他的戏班人生。你可以在一次的舞台里面体验到不一样的元素。比如说歌仔戏它是一个传统戏曲，但是戏班人生它就是一个音乐剧，或者是舞台剧，所以安尼无同款的因素，甲人做伙，观众会当伫个无同的店内底，找着家己心肝内感动。我感觉讲，阮家己的演员伫个台顶，伫个演这出电导版的最后一出戏的时阵，我感觉阮嘛有感动，因为阮看到阮家己，然后看到我们自己的来时路，然后也找到我们自己的初衷。有好几幕，我觉得演员都很感动，自己都会觉得很容易就会哭出来。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
一个幸福的承担，就是讲，阮来演歌戏，拢是为了兴趣，唔是为了阮的环境。啊，所以行这条路虽然真辛苦，啊，不过伫这出戏里底，大概也算是一种解放。那我觉得，观众来看这出戏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传统戏，它这个传统戏是非常深刻的传统戏，因为田都元帅是戏曲之神，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用了南管、北管音乐，然后加上导演的现在舞台的一个技术，还有灯光设计、舞台设计各方面都做得很到位，所以我们在观众在看这个戏的时候，虽然是看的是传统戏曲，然后很多氛围的音乐，可是呢，他看到是一个很棒的舞台技术，包括我们的投影都做得很棒，所以我想说，如果对一个观众来说，我觉得欣赏田都班的最后一出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歌仔戏的一个起点。如果你过去没看过，或是你从来也不爱看，那你可以从田都班的最后一出戏看起。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